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杨美丽，我现在在茫崖翡翠湖，看没有？这里好漂亮啊，还可以下去。虽然我不怎么会用无人机，但是比我不会的人更多。我顺便教他们一下，这个位置是格尔木到若羌，中间有个茫崖翡翠湖，这里不要门票，只要车票20块钱，就是停车费。这里还可以租一套服装，我租了一套小婚纱，30块钱，然后发现白色的还不如红色的好看，然后又穿上自己的红色的衣服，在这里无人机、运动相机、手机各种拍拍拍，因为免费的，随便待多久，车也可以开进去，很漂亮的。这里没有水的地方就是白色的，因为全是盐，这个盐很硬，可以踩在上面，有脚气的朋友一定要来踩一踩，治脚气。然后这里还花了180块钱坐了下小船，他们帮你拍航拍，又花了180，总共用了230块钱。虽然门票免费，但是还是很值得来一次的。之前来过这条路是坐汽车的，这一次坐朋友的车可以顺便来这个，这个就在路边上，很方便。所以经过新疆的朋友一定要来一下，很值得。周边有一个大柴旦翡翠湖，还有一个恶魔之眼，都是这附近的景点。我见过青海湖，见过伊朗的盐湖，见过埃及的盐湖，我还是觉得这里的盐湖最漂亮。这个叫茫崖翡翠湖，有空的话大家一定要来看一下，地图上可以搜到。谢谢大家关注。